你知道布洛芬是如何带领止疼大军和人体内的疼痛因子作战的吗？我叫做布洛芬，当我抵达人类肝脏的时候，会向止疼大军下达指令，寻找急需的武器装备，并筛选出来最强大的装备，力保能够成功干掉疼痛因子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我们将利用这些武器直接朝着靶向疼痛因子下手。要知道，我们布洛芬家族是非常聪明的，不仅能够让人类的器官不再感到疼痛，还能够阻止神经继续传达痛感。由于我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强，以至于外界传来了一些非常不好的声音，认为长期雇佣我们布洛芬家族会让人类上瘾，从而影响人类的正常生活。在这里啊，我们布洛芬就要为自己发声了。真正让人类长期服用止痛药而产生依赖性的，并不是我们布洛芬家族，而是阿片类家族。这家伙可比我们厉害多了，它并不是针对人类的某个器官或者是神经下手，而是直接跑到人类的大脑，让它忘记疼痛，对痛觉产生麻痹感，所以时间一久就会损伤人类的大脑。当然，我们也承认自己的实力还有待提升。由于我们的止痛效果只能够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，工作范围并不是很广大，单纯的对那些出现全身的疼痛或者是发烧的小阳人有成效。如果是癌症患者，他们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，那我们布洛芬家族就无可奈何了。当然，普通人也只有和我们布洛芬打交道的资格，想要和阿片类家族结识，只能通过专业机构以及专业人士的授权才行。在这里，布洛芬也要提醒大家，虽然我们没有成瘾性，但也不能够长期服用，而且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我们，除了平常的腰部或者是脚踝扭伤而出现了疼痛感，女性朋友们因为大姨妈，所以每个月都要和我们打上一次交道。